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，因为呢，我的女儿是5月11号生日的，所以我们要布置一下吗？对对对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我最近要个歌手去帮我训练他们唱歌。有事儿我 call 你们，拜拜。耶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了，你们来弄灯，我来弄那个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基本上没有给我的儿子过过生日会，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家里面的。是有一天安吉跟我说，其实帮孩子弄一个生日，其实你说可以简单也可以，你说辛苦也可以，但是你看见他们有很多照片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开心得不得了那种感那觉，个表情就是很珍贵的，对，你就会觉得很值得。很值得。谢谢你们，这么爱我的宠儿。不用特别感谢，考虑一下吧。这个好，儿媳妇儿的事儿，这生日会布置的赚大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，真的是赚大了。哎，赚到我真了，的是很太太开喜欢你心。家老大。真的对呀，吗？好贤惠哦。但你家老二又是精灵可爱的那一我种。喜欢，我你喜有欢。两个儿子吗？对呀，我有两个儿子行嘛。啊，那就可以了，那放你心。们分吧。说晚我告诉了。你，我老二说什么？昨天晚上，他说说。了吗？我喜欢一楼，哎呦，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他说因为他 handsome，哇，然长后得很帅，他说，我要嫁给他。我哇，哇说你没塞，事吧？你几岁啊？你为什么会懂那些东西啊？你吓死我了！他就多眯眯好嘴笑，呀！就这样。三个男孩子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不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喜大。欢？一来。我最喜欢的梦是的，你喜欢谁？一来，是谁？你跟我一说，来，你最喜欢一来，为什么你喜欢一来？因为他再说一遍，因为他什么？很 handsome 吗？帅，我要跟他结婚。你要跟一来结婚？那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太过分了。谁跟你说这些话的？他已经获得我的认可。完了，有对手了，有对手了！你的儿子快点带过来吧，马上，赶快把我家老大派过来。对，把老大派过来再说。PK 一下，对，PK 一下啊！哎，以后你要找女婿有没有什么标准？想过哇，这个就是看我女儿自己决定吧。然后他那个男的必须要经过我老公的决定，就是。我听明白了。就是搞定你女儿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还有搞定我老公，搞定你老公。哦，我觉得爸爸是不是都很舍不得？爸爸那关很难过，我认为。对。那时候我们看过一个节目，然后呢，有一些小女孩呢，就是有一些也结婚了，然后老公呢，就是跟她拖着，然后爸爸不是带她进去嘛？然后爸爸拿着枪过去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然后我老公说。可能这样呢，我也会这样子的。真的，真的，你那个老婆也太毒了。对呀、啊，太搞笑了。其实结婚真的是，就里面已经炸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我很遗憾，我看不到啊，就在门口听到里面嗡。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老公就在里面唱着歌等我进去。我在外面我都想哭了，但是很开心很兴奋。然后一路走进去，我看见我老公。就忍不住这样子，我就本来不想哭，都想哭了。冬菇笑起来很香的，他们肯定会喜欢。我大女儿不喜欢，小女儿喜欢。她很会吃，不停地吃鲍鱼啊，你是吧？对呀、啊，然后虾啊、龙虾啊什么的。你是说这就不要？你是老二是吗？老二，哇，老二绝对是享受型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她做你的，对，必须的，我想。啊。努力了而且他会不会变心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觉得你儿子是一个花心的孩子，还是一个？我觉得老大很专一，而且非常有责任感，非常照顾别人和体谅别人，很善良。但老二，确实是有一点花心。打到 Jenny，对。我的老二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对他有一点另眼相看。想想，我本来以为他要选那个礼物之后就不要我了。他是一个带情带性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，对，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了解他。对，真的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改变一下，就是没有那么执着。哦，对，我觉得会包容很多。
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改变多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对，尤其是你发他们脾气之后，你那种内疚啊，对，比起发老公的脾气完全是不一样的，理所应当然，太小了。那其他的都比较有思想，所以我叮叮叮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完成一首歌，然后要给妈妈做汇报表演，好吗？不对。Hello， 小鱼儿，你会唱歌吗？谁在学校里面会唱歌啊？我会唱一个《植物大战僵尸》歌。拜托你们不要给我安排这么难的任务了，我的妈呀 ！Hello， 七宝过来，妹妹可以过来吗？这个是小。我们现在要完成一个任务，然后呢，谁表现好呢，我会给谁玩这个麦。你听，听到没有？会变身哦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我还可以变成别的声音，好玩吗？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汇报表演，我们要学会去唱一首歌，大姐你可以帮我吗？Thank you. OK， 你现在是队长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把你妹妹叫过来。听好了，听好了，一来，好，小鱼儿，三二一，我们听歌了。会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我一句一句教你们啊，我看谁举手举得最快就让谁唱第一句，一二三。哎，原来是你儿子，居然是你。好，七宝唱第一句啊。短裤和背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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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着身体，保护着身体。我现在要挑选第二句话的人选，三二一。哦，妹妹举得比较快。别人要碰不可以，别人要可不要以。No。别人要碰不可以，别人要可碰，别人要碰。好，第三句哦，你们三个啊，我现在要数数了啊，看谁举手举得快，三二一，举手。那两个人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我们两个不想唱。来，大声的喊不可以，大声的喊不可以。哥学特别快，果然你唱歌唱得很棒。下面一来来好不好？我不会唱。这句很简单，就是。告诉爸比和妈咪，告诉爸比不，告诉爸比和妈咪，对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小鱼儿这句更简单，陌生人给的零食和玩具，陌生人的零食和玩具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全部都是坏东西，全部都是坏东西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再过一下你们刚刚学的那句话。好，七宝第一句是你的，短裤和背心保护着身体，别人要和不可以。不是不是，你的那句是短裤和背心保护着身体。 Come on， 别人和不要不要不要，过来七宝。坐好，短裤和背心保护着身体，你唱妈妈这句。短裤和背心保护的身体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大家一起唱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把这首歌都学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一起唱。有没有快？好，我们再学一下哦。
坐好，坐好，七宝，七宝。可是我不想唱了。我觉得今晚上会累死我。一兰和小鱼儿，你们俩谁先唱？不行。那你们两个一起唱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吃个饼干才能唱了。是饼干。对啊，怎么办呢？他们两个谁不会怎么办？不把这个打开。你都不要帮我忙，我干嘛要帮你打开？你就一句啊？就唱一句话吗？里面就好就有几句话，很简单的。你这么聪明，你肯定学得会的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小朋友们，过来，过来，我都没有玩过这个。过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来，我们现在排排站。来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怎么教你了。Come on，胖叔不见了。什么胖叔不见？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他真的，你把歌词学会，他就回来了。Come on。嘿，站起来。Ponytail. I got a ponytai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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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有首歌你们应该会唱吧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这首歌会不会？小鲨鱼。对，过来。这首歌怎么唱的？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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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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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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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baby shark. Momm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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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Pap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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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Pap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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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. Mommy shark,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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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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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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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Daddy shark. Grandma shark doo doo.好，我们听姐姐唱歌。啊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，这两个，然后又很细心，然后又很可爱。完了吗？哇，谢谢我们男生是不是给点鼓掌声啊？哈，七宝。